问你呢，什么牌子啊？挺好用的，一会儿把链接发我啊。干嘛呢？嘘，你来干嘛来了？我来拿圆圆的资料，怎么了？徐总，别闹！徐总，你说这老娘有什么毛病啊？人家从头到尾都在利用你，你不知道吗？你连背调都没搞清楚。 在那儿牵线搭桥，还巴巴的跟着求情啊！我都怀疑这些年你打的玻尿酸、肉毒素全打脑子里了。行了行了，你少说两句啊！这有问题怎么了？项目有问题不是很正常吗？又不是完全不能解决。把我就算了，至于吵不吵？哎呀，明明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别往心里去啊！你自己说一说啊！你读的那个 EMBA 有多少含金量？你心里没数吗？回国多少年了？你干成什么事儿了？有时候甜甜挺有想法。 他那些项目不都挺有意思吗？你少帮他圆啊！乱七八糟项目找了一堆，哪个有下文了？哪一个项目他有认真的对待过、研究过？平时心浮气躁，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，干不好事儿就赖大环境不好、运气不好，别人不肯帮你。陆金明，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是，我书读的差，人又笨。 经验又没你足，项目都做不成，都是我的错，行了吧？除了哭跟抱怨，啊，你还能干点啥？陆明明，你有完没完？我当然没完了啊！他如果永远这副样子，别说投资了，一事无成，一事无成就一事无成，我不要你管我，看什么看？ 你来看我笑话的吧，你想多了，这不就是你想看到的吗？这下你高兴了吧？徐总，我对所有的项目都是就事论事，也从来没有针对过你。你们根本不懂我，我为了做这个项目，我赔了多少笑脸，我找了多少人际关系。 你们懂吗？你们？我懂，我当然懂了。这就是普通打工人的日常。你应该没经历过这些，是吧？什么是吗？我再怎么着。 我也比你行，我卡里余额比你多。哦，你这话可不要说的太死啊！我踏踏实实干投资，我卡上的余额只会往上涨。两年之后谁输谁赢还说不定。那我也不会放弃的，我也会好好干。到时候你还是输给我。好，那你加油。只不过，你要不是顶着这张大花脸说这个话，会更有说服。 什么牌子啊？我脸好金贵的，好不啦？哦，那你给我呀。问你呢，什么牌子啊？挺好用的，一会儿把链接发我啊。 看看人家，别像压犯人啊，压我！甜甜，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哎，你晚上有事吗？请你喝一杯。哦，我还有文件要做呢。哎呀，都下班了，明天再弄啊。一会儿链接发我。这两个人什么情况？当代女性的友谊。 一般从发我链接开始，然后从说共同讨厌的人的坏话中得到升华。讨厌的人？
谁？我。